气质女神张钧甯难得解放穿 Valentino 事业线消失。女星张钧甯昨出席上海腾讯影业之夜活动，一身黑色小洋装，宫廷泡泡袖轮廓有点可爱，胸前的挖空更是 Valentino 心机设计重点。然而张钧甯大胆穿上后，原本有料的身材却突变飞机场，相较于秀图难万求人间蒸发。不过人正真好，洗衣板也很美，让粉丝大赞360。杜林四角气质满点。